各位亲爱的家人，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来探讨《道德经》里面的智慧啊，真的要学到智慧，进一步应用出来。如果你学到是活的智慧，你就能够应用出来。如果你学的只是一些抽象的观念之见，那只是在装填头脑的知识，很会讲，很会写，但是却做不到。这样的话，对你的生命而言没什么帮助，你的生命不会成长，不会蜕变，只会增长更多的知见跟我慢。而如果你学到活的智慧，你的生命就会蜕变，就会成长，而且呢，你会把里面的智慧应用出来。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来朗诵《道德经》的26章，起。第26章，冷静稳重，做生命主人，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，是以圣人终日行不以辎重，虽有荣观，晏殊超然，奈何万乘之主，而以身轻天下，轻则失根，躁则失君。第26章，白话解释，树头树根树干稳重，树叶才能随风轻飘，冷静稳重才能化解躁动不安的现象。所以有道的圣人，日常生活工作都是很稳重，不会轻浮，虽有荣华富贵，都以平常心对待，不会爱慕虚荣，随波逐流。可惜很多君王却爱慕虚荣，很轻浮地去追逐世间的名利、荣华富贵，给百姓做不好的示范。轻浮则易浮而无根，失去根基而易倾倒。急躁则易失去稳重，失去君威，被人瞧不起。这一章要跟我们透露一些重点，我们陆续来探讨。这一章有一些重点要启示我们，人要来到有实力，要稳重，你的人生才会成功。但是稳重并不是拘泥，不是呆板，不是死板。很死板的那个生命就形同枯槁，它很容易折断的。稳重，但它又能够柔，才能够经得起各种境界的考验挑战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哈，前段期间侵袭中美洲的飓风，它经过加勒比海沿岸的岛屿国家，然后进入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这个飓风，我们来看哈，这样强烈的飓风侵袭，所谓的狂风暴雨，飓风的侵袭，我们好好看一下哈。经过强烈暴风雨的侵袭之后，不少的房子被吹倒了。这是前段期间才刚发生的事情。我们来看哈，这个房子已经是不成房子了。那你有没有看到后面的那些树木还挺直的站在那里？这些船已经被吹翻了。你有没有看到海岸边的这些椰子树
还一样很稳重的站立在那边。最重要关键在什么？你根基稳还是轻浮？希望大家好好体会啊，《道德经》就在跟我们启示，你要稳重，要有根基，要有雄厚的基础。雄厚的基础来自哪里？要虚心学习啊，让自己不断的成长啊。当我们在自负、自傲、自慢的时候，你就停止成长了，而且还会在伤害别人，也伤害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为什么《道德经》都会启示我们，你要虚怀若谷。这两章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，起。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，树头树根树干稳重，树叶才能随风轻飘，冷静稳重才能化解躁动不安的现象。很多人他还想修行啊，希望改变自己的毛病习气啊，问题是当境界一来，境界一考验的时候，就好像比较强大的风雨来袭的时候，往往怎么样？阵亡了，倒了。为什么？根基不稳。你在青少年的时候，你贪玩好玩，你没有好好的充实自己，没有好好的扎根，你的人生你就浮而无根呢。同样的，现在你每一天你是脚踏实地的不断的在自我充实，还是懊恼的过生活，然后敷衍草率的过生活？你如果懊恼敷衍草率过生活，你的生命有没有在扎根？没有在扎根呢。如果你每一天都是随时归零，都是一个新鲜的生命，都虚心学习，不管我们过去做得多么不好，那是过去的，我们从现在开始好好的松土耕耘播种，从现在开始好好的虚心学习，你就从现在开始每天不断的在打基础，在扎根。你的基础，你的扎根不能够靠别人啊，一定要靠我们每天脚踏实地的来爱护我们的生命，脚踏实地的来学习来成长，然后进一步就是回馈服务，把它应用出来，也跟众生结善缘积德。你能够这样的话，你的生命就会越来一方面有基础稳重成长，然后一方面呢，你又会开花结果跟众生分享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在那里傲慢，在那里欺负别人，在那里跟别人勾心斗角，在那里懊恼，你的生命没有在成长啊，而且常常散发负面的能量啊，你这个树怎么成长？它会变成一直的在晃动，然后渐渐的枯萎。希望大家好好体会扎根的重要。前段期间也跟大家介绍过，去年最强烈台风莫兰蒂台风，像这样的一侵袭之后，在厦门地区造成重大的创伤。那我们看看，为什么很多的街道树都被连根拔起？为什么？因为根扎得不稳。如果让树木从小就在那里长大的话，这个树木它就能够把根基扎得很稳。但是因为现在的城市往往都是重新规划，在建筑的过程上面没有什么树木，树木都被移掉了，都被砍掉或是移走了。那当规划好之后，再把一些大棵的树木再把它移种过来，所以他们原来主要的根都被砍掉了，都被截掉了。他们真正基础打稳的那些根呢，因为大部分都要被
切割掉，他们才能够移过来。所以这种速成让他哦赶快种下去，然后哎两年三年我们就又有好像街道树了。问题就是因为他根基不稳，像这种根基不稳的话，你看哦，大风一吹都倒啊，这就是根基不稳。因为这是街道树，它的树木你看起来这么大，事实上很多都是因为从外面移比较高大的树木过来，这样好像很快的可以造景，问题是因为它的根基不稳。所以大家好好去体会，像这种树呢，你看，它经过一两百年一样，它活得很壮大很壮健。为什么它能够支撑这么大的一个范围？这个一棵树那个树幅，所遮的范围很大，为什么它能够支撑这么大的范围？主要是什么？根基很稳固。所以你看这些都是一两百年的这些大树，它能够一样都很旺盛的在成长，每天都在净化空气，每天都在散发新鲜的生命。就算曾经被风吹倒了吹偏了一样，它就安住当下，然后长出更美妙的知识出来。这个树曾经被吹歪了嘛，但是你看一样继续成长。大家要去看到大自然那种生命力之强，这一棵树曾经被整个都吹倒，虽然它吹倒，但是生命不倒，一样继续在成长。所以你要会看，大自然那种强大的生命力，你要从中去体会。除非你自暴自弃，你如果能够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不管我们过去历经多少的挫折，或是做那些不好的事情，我们一样重新开始，大自然天地父母都会给我们重新来过的机会，你的生命一样可以重新再茁壮起来，又可以发挥生命意义。为什么这个银杏树它能够超过一千多年而不倒？因为有基础，根基扎得稳。这个银杏树它已经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了，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，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，起。来看，像金字塔为什么它能够屹立几千年而没有垮下？为什么？底盘稳重嘛，它那个根基很稳重。大家好好去体会，道德经就是要启示我们。我也都跟大家勉励，我们要能够来到虚心的学习，最初是要广博多闻，要把心量打开，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个小范围里面，包括研习的学术或是所信仰的宗教，我们不要只是局限在我们原来的这样的范围，我们一样可以尊重我们个人的喜好兴趣，但是一样要有一个开放的心，虚心学习。我们也要一个开放的心，尊重不同的文化，尊重不同的信仰，尊重不同的种族。你的心胸广大
这个就是你的生命格局基础广大，能够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够发挥你生命的深远的影响啊。燕楚超然，这里我们看看哈，这个亭子外表不容易看出来，如果你近看的话，里面有非常多的燕子在那里筑巢。什么叫做燕楚超然？我一样跟他们看起学习，学习他们那一种轻松活泼愉快的过一生，对这个世间他们不沾染名利，然后也不去跟别人勾心斗角。他们在这个亭子里面呢，大家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庭，真的几百只燕子哦，甚至上千只的燕子啊，就在那两个亭子，他们就在那里筑自己的巢，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，真的密密麻麻的燕巢，你看哦，他们都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，不会去侵袭别人的，也不会跑错家。看他们哇，真的就是这样轻松愉快，一方面养育下一代，然后一方面也活出他们生命的意义，活出他们生命的神圣。燕楚超然这种精神也是老子希望我们学到的。再把这个做结论，其亲则师恩，造则师君，亲福则义，福而无恩，失去根基而易倾倒，急躁则易失去稳重，失去君威，被人瞧不起。这是在《大学之道》里面《开宗明义》第一章就讲出来的。人为什么会在那里焦虑彷徨？因为他不知道人生的方向，不知道生命的意义，迷失的方向才会这样。如果一个人他知道人生的方向，知道生命的意义，他有清楚的目标，所以知止，然后而后能定，他个性就会渐渐的稳定下来，进一步让心也能够清静、宁静、安静，后面呢，它整个的良性的循环就会出来。所以希望大家了解冷静、稳重的重要，实力的重要，基础雄厚的重要，不要去贪，不要去向外一直要去攀援、要去抓，你贪别人来的，去抢别人来的，那个都不是自己的实力，而且呢，还有损自己的德行。你的人生就好像你去挖别人的墙角，就像在挖自己的墙角，那迟早都会有不好的报应。所以我们所作所为要来到，真的不去伤害任何人，我们来成就别人，来造福别人，同样的，我们就在成就我们自己的生命。所以生命要稳重，要有实力，燕楚超然。你看里面都有啊。你有没有看过不倒翁？有。有没有看过？有。为什么他会不倒？根基稳。根基稳重，就算你把他推倒了，他一样摇摇晃晃，然后又起来了。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的扎根，记得不是向外贪、向外攀，扎根是在每一天、每个当下，我们都脚踏实地的来虚心学习，让自己不断成长。我们继续来研习《道德经》27章，这一章要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为人处事的一些原则，怎么样把我们的胸襟度量打开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一章重点就是教我们要如何去为人处事，怎么样才能够来到真正的成功。
告诉我们真实的智慧，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，怎么样去做。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。起。第二十七章，为人处事成功诀，善行无辙迹，善言无瑕谪，善数不用筹策，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，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。是以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是为看哦，这一章就在告诉我们，你的人生怎么样会迈向冲突、痛苦、失败？你怎么做会来到真正的快乐、幸福？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智慧啊！我们要好好去学习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过去的习性观念论断，用二元对立去思想去架构那一种观念价值观论断，我们要重新来保留，我们要给自己生命提升上来，不要一直用过去的那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，不喜欢的人就把它界定为坏人，我看不惯的人就把它界定为坏人，或是一些身体有残缺的人，你就认为那是废物，瞧不起他们，那个都是自己心灵的问题，自己心境的问题呀。希望大家能够来到体会到大自然它是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人，在大自然神圣的构造里面没有废物啊，没有废物啊，在天地父母的怀抱中没有废弃之人啊，众生都是平等啊，
所以怎么去看，那是谁的问题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我们心境的问题。要调整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，而不是去排除别人。大家再把这几句话朗诵一遍。起。你为什么能够明白？为什么能够做到？因为我们去看到天地父母是这样的，在平等心，在普爱一切众生。大自然呈现出来的，大自然所造化出来的，没有任何的废物，没有任何的废物。大自然所酝酿出来的所有的植物动物呢，都有它们存在的神圣价值。你真的去读懂了，你就会知道，哇，我们不应该像过去这样偏颇自私的观念心态在排除异己，事实上那是自己心境的问题。所以当你了解之后，你一样会来到常善救人无弃人，常善救物无弃物，这表示你逐渐明白了宇宙的真理，逐渐看懂了大自然的启示，所以你就能够逐渐的做到啊。如果我们没有学到高等的智慧，我们用过去自我那种习性在论断的话，看到像周周这种情况，我们就会觉得那个是没什么可用，瞧不起他，认为他好像是社会的废物。不是这样啊，那是我们自己不会看啊。所以像这样的人一样，你重视他，不要瞧不起他，像王雪峰一样啊，你重视他，不要瞧不起他，不要因为他们的外表长相怎么样，然后就从外表去界定。在大自然天地父母里面，他们都是神圣的生命体的存在，我们要学会看得懂，你就自然能够尊重尊敬他们。当我们能够用平等心来尊敬他们，用平等心来包容他们，你才能够看到他们的优点。当我们不排斥他，当我们能够用宽大的心胸度量来欣赏来尊重他们，他们的生命都可以发挥得很好。当他一拉起二胡，哇，大家会震撼，多高的造诣啊，真的是天才啊。像憨憨傻傻的周周，你让他一上台拿起指挥棒，在国际的舞台他都一样可以指挥得非常好，让大家真的会傻了眼。从外表看是这样傻乎乎的一个人，竟然让他一上台他能够这么样的像大将之风啊，没有任何的畏惧啊，没有任何的怯场啊，也没有任何的名利心啊，没有任何的我慢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体会哈，不要用我们过去习性从外表就去论断。我们要看到像这几位，虽然他没有熟折了翼的天使，虽然他们没有熟，但是一样啊，他们活出他们生命的神圣啊，他们一样在发挥他们生命的意义啊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瞧不起，我们真正了解他们生命的神圣之后，你不是用同情啊，他们不需要我们同情，是需要我们怎么样？尊重，需要我们用平等心来尊重他们。你懂得欣赏，懂得尊重他们，他们的生命一样啊，他们在被尊重被爱护的情况之下，他们的生命都可以发挥得很好，他们一样都能够做各种事情。像他虽然没有熟，但他一样都能够自力更生做很多事情，他们一样啊，都在发挥他们生命的意义。像这位澳大利亚的立刻胡者，哇，他的精彩一生啊，真的很值得学习，以后还会来进一步介绍他。这几章邀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，我们要再进一步来分享。起。是以上。
有些人他们修行的观念就要把自己修成为圣人，而瞧不起别人。像这样的话，这个就在制造对立，制造冲突，这是不正确的方向。我们真正的修行是要净化我们心灵，净化我们心灵，你要让我们逐渐的把心量打开，把视野打开，真正去读懂大自然的启示，读懂最奥妙的无字天书。你真正去了解之后，你自然的哇，就会把我们过去很多的错误的观念、之见、心态，把那些自负傲慢之心逐渐的逐渐的淡化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心灵净化、心灵成长。这样了解吗？不要冲错方向。把这一章朗诵一遍。起，珍惜万物，不浪费，尊重每一个人，不要瞧不起任何人，每一物每一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。孔子曰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随时随地虚心学习。希望大家好好体会哈，当你了解真理实相之后，你就会来到珍惜万物，不浪费，尊重每一个人，不要瞧不起任何人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理解了之后，我们练习去做到。每一物每一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，这一点大家要好好去体会。像我看那些身体有受到伤害或是肢体有残废的人，但是我看到他们都很努力的在活出他们生命的意义神圣，所以像我看到这些人，我都更敬爱他们了，平等心来尊重他们。像他们如果没有手，他们可以用脚来替代来做很多事情。你问问你自己，你的脚能够比他们行吗？你叫我用脚拿东西来吃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叫我用脚去做很多的工作，我的脚能够走路，其他我没办法像他们这样能够用脚去做很多的工作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，我们真的要看到每个生命它是很神圣的。把这两页大家一起朗诵一遍，起。故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师，不善人者善人之资，不贵其师，不爱其资，虽智大迷，是谓要妙。所以善人可做不善之人的老师，不善之人的下场，可作为我们的借镜，能资助大家错误。如果不知珍惜可为良师益友的善人，如果不知从不善之人的下场来引以为戒禁警惕，虽说聪明，实际上是个大迷糊啊。这是为人处事成功与失败的关键。大家好好去体会哈，如果我们的内心常常在做种种虚妄分别，你的心灵、你的人生就会常常处在四分五裂的世界。如果你越自负、越傲慢，你所论断的就会越偏颇。很多不是坏人，你把它界定为坏人；很多是要帮助我们生命中的贵人，你却会把它界定为坏人。所以，我们本身真的需要进化成长，你才能够来到人生真正的成功、真正的幸福。所以，本身我们要先进化我们自己。当我们净化我们自己之后，外面外境，这个人
那些人他们做好事或是做坏事，是好人或是坏人，这个各有他们要自负的因果。那你要怎么样来用清净的心来看待外境呢？那些他们做很好的积功累德在造福百姓的，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言行举止值得我们学习，我们要虚心学习。而那些作恶去伤害别人有不好下场的人，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去得到启发，他们为什么会家庭破裂，为什么会家破人亡，为什么会走入监狱，为什么会后面会有那些痛苦的情况产生，我们要客观的去了解去探讨，不是去揭人的疮疤，不是去讲别人是非，而是从中给我们做很好的教材，启发我们怎么样避免失败，那是很好的教材。所以大家要会学习，要会应用，你才能够来到哦，以前不喜欢的牛粪，原来他们也是大自然很重要很神圣的存在啊，这个是一个代表而已。你不喜欢的人事物，我们用这样来代表，让大家去体会。以前认为很脏，认为那是很不喜欢的东西，但是要知道啊，那是大自然很重要的肥料啊，它是神圣的存在啊。包括这些羊粪、牛粪、动物的粪便，它们都是大自然很重要肥沃的成分之一啊，它们都在美化这个地球，让这个地球更肥沃。这三句话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，起。放错位置是垃圾成废物，放对位置是资源是珍宝，是白痴是天才，看你怎么放。要好好体会哦，有两方面哈，一个是我们怎么样放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位置，不是放纵的放啊，而是如果你在那里很痛苦、自卑、自怜，觉得自己很可怜，需要别人同情，觉得生命没意义，萎缩自己的生命，要知道这个就表示你没有把你的生命放对位置。所以要分两部分，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摆放在好的位置，能够真正活出我们生命的神圣的位置，你怎么样去摆放别人的位置。如果说这个人你一直很瞧不起他，很排斥他，轻视他，要知道那是我们没有把对方放在我们心中适当的位置。好好去体会哦，有两方面，一个是怎么样放我们自己的位置，一个是怎么样来善待把众生的位置放在适当的位置。好好去体会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如果你真的会看、会体会、会放位置、会处理的话，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美，会一个很美的世界。如果不会看呢，我们要学习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有时候向下看，有时候向上看，有时候呢要侧着看，有时候呢要倒过来看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很美？有没有？有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画面没什么，那是因为你的心灵冷冰冰僵化。如果你的心灵是充满的喜悦，充满的能量，你会看到哇，这个画面多么美，多么神圣。因为当你学会柔软，学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法界大自然的神圣奥妙。当你学会从不同角度去看别人、欣赏别人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哇，这个人原来不是我过去所看的、所论断的那样。你可以看到对方生命的神圣奥妙之美。我们身心要柔软，不要那么僵化了，不要用很固执的观念去界定别人了，
要学到柔软，从不同的角度看，你一定可以找到对方的美，对方的神圣，你一定能够发现对方有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有值得我们欣赏的。有时候真的要倒过来看，你就看到很美的画面。心要活泼啊，不要僵化。这些人他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人？他们是属于聋哑的人，算是身体有残缺的人，又聋又哑的人，被很多人看不起啊，瞧不起他啊。但是要知道，当你能够欣赏他，能够尊重他，你懂得栽培他，你懂得让他们活出他们生命的神圣意义，他们可以把他们生命发挥出来，活得很好。而且呢，他们演出来的呢，是在各种大小场合，包括国际场合，这是在 APEC， 这是亚太经合会的时候，他们在面对世界各国的领袖、政要人士、达官显要人士，在这些人面前做表演。你看他们这个团队有21个人，他们却形成一个生命体，所展现出来的让世界各国都惊讶，让大家赞叹。你自己放错位置，你就瞧不起他们。当你能够把他们放在神圣的位置，你就看到他们生命的神圣。虽然是聋哑的人，但是他们一样活出他们生命的意义，在国际场合让很多人很感动。一方面欣赏艺术之美，一方面欣赏生命的神圣。希望大家要学会欣赏每个人，欣赏每一物，也欣赏我们自己的生命。你要懂得欣赏自己的生命，你的生命才会活出来，你的生命活出来，你才会懂得欣赏万物。这样了解吗？这是很重要的。当你能够欣赏自己的生命，珍惜爱护自己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很神圣。当你生命神圣，你也会看到万物的神圣，看到别人生命的神圣。这时候呢，哇，你的生命它就会成为无限的可能。好，祝福大家。感动天地。